晚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透过我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在今天7月20号礼拜四来到台北市的和平篮球馆，来欣赏2017年第39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大会赛程的第6天带来的第3场转播的赛事，由伊拉克队来交手的是菲律宾代表队。在今年目前两队的成绩都是3胜2败，一样的一个战绩。 那么伊拉克队在昨天是82-76打败了中华蓝队，至于菲律宾队在昨天的比赛呢，他们是72-8败给了韩国队。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由球评许敬哲教练和我张扬以及全体未来辛苦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大家服务。球评你好，张扬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这场比赛呢是由菲律宾队来对上的是伊拉克队，在开赛之前先关心今年目前为止的4支球队啊，应该说所有的球队的战绩排名。那 在领先的部分，看到第1名的是加拿大队5胜1败的成绩，那立陶宛队4胜1败排在第2，韩国队4胜2败第3名，伊朗队则是3胜3败排在第7，中华白队稍早的比赛是获胜了，目前2胜4败的成绩，第9的是日本队1胜5败，第10名则是印度队，本届赛事尚未开壶。 今天带来第3场的赛事转播是伊拉克交手菲律宾啊，目前两队的战绩都是3胜2败。那昨天呢，菲律宾队是败给了韩国队，那伊拉克队则是击败了中华蓝队。三位的执法裁判都是我国籍的裁判。今天的比赛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和平篮球馆来进行，由菲律宾交手伊拉克。 那当然，昨天的中华蓝是蛮可惜的，最终是76-80败给了伊拉克队哦，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啊，4分的差距输给了伊拉克队，所以也让伊拉克队在本届的赛事目前是取得了3胜2败的成绩。其实我觉得伊拉克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到这个0号，他叫德马，应该说昨天中华队完全就是输在他的手上，是，尤其。
中华队在第四节的时候其实是有追上来，可是往往最后伊拉克都是有办法把球交到这个零号的手上，是，所以中华队其实在昨天前半场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应该讲第四节没有办法把比数追上。今天双方的先发球员，菲律宾有 Keeper Ravena， 四号的 Carl Cruz， 十四号的 Ferrero， 十六号的 Poggi， 还有二十四号的 Miles。另外在伊拉克的部分有 Demario， 六号的 Ali， 十五号的 Mohammad， 二十一号的 Defaqa， 还有二十四号的 Ali Ismo。双方的先发球员，由菲律宾交手伊拉克的比赛。跳球下来，比赛开始。第一波的球权是在伊拉克队的手中，他们今天身穿白色浅色的球衣。球在外围倒传，还是交给 Demario Mayfield， 地板球塞进去，再转移出来，外围尝试一个三分球，跳投出手偏了，球点出来回到了菲律宾队的手上。其实我们在看大部分伊拉克的进攻啊的发动机都是他的名号 Demario， 可是反相较于菲律宾，那他们的其实今年来有一个目标啊，就是在观察他背号二十四号的 Miles， 因为他是他。如果他们现在第一队的 Blachis 不能打的话，他们可能目前想要去规划目前现在犯已经被裁判吹了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这个犯规的一个 Miles。对，开赛被裁判抓了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给了一个 U。哇，非常的强悍啊，直接不是犯规，直接把人给拉了下来。Miles 被吹了一个 U， 所以现在。伊拉克队有罚球的机会，罚完之后还保有球权。刚才球评提到伊拉克啊，你说菲律宾队确实在考虑了，在观察这位球员了，Michael Myers 这位外籍的选手了，在菲律宾的总督杯联赛，他是效力于 TNT Chopa 这支球队。那因为 TNT Chopa 这个球队跟菲律宾的篮协，他们关系是还蛮紧密的，蛮良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干脆有这一次就带TNT 这队的洋将，他们的外籍选手来到台湾一起来打琼斯杯。的确，其实应该讲说，布拉奇这几年对菲律宾国家队有很大的贡献啊，尤其他这种一号打到五号的打法，的确在亚洲里面也非常难见，他的身材又非常好。那如果规划这个 Mahil 的话，一定是有他的一些 Miles。一定是有他的一些特殊性的，所以观众也可以再利用这场比赛去看看 Miles 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让菲律宾会想要去规划他。开赛倒是伊拉克率先得到三分 ，Kevin Ravena 球在弧顶，一个掩护包夹上来，切入转移到对边底线 ，Ferro 的跳投出手没进。昨天的比赛面对韩国队哦，菲律宾整场比赛的三分球发挥非常的糟糕，二十五投仅一中。对，菲律宾大部分处于这种个人单打切入的动作，当他吸引协防之后，才会制造给外线的射手。不过，我觉得这一届菲律宾的确，毕竟他是国家二队了，所以他们的国际赛的成熟度的确没有这么好，所以像这样当然命中率上面也没办法掌握得非常好。啊，伊拉克又投进了一个三分球，让比数来到了六比零。菲律宾还在寻求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 ，Mars 造成的犯规。对，其实我们在看观察伊拉克这球队，虽然他是中东的球队，可是他的教练团完全来自于土耳其，而且我刚刚稍微跟他们随队聊了一下，他们整个队都是在土耳其接受训练跟集训，所以他们打法会比较接近于欧洲的篮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有看到立陶宛的球队三分命中率非常的高，所以伊拉克在前两波的进攻都是三分线的出手，而且都命中。Pogoy 这个球再转移到禁区篮下的擦板出手没进。我前几场比赛看下来，观察迈尔斯位外籍选手，他事实上虽然身材厚度是非常足够，而且很壮，对，不过在篮下的放球手感并不是到太理想。的确，我想菲律宾其实在 PBA 的洋将都不会非常的高，所以在布拉奇其实被规划的状况下，他并没有打到菲律宾的职业联赛。那菲律宾职业联赛的球员高度大概就是2米05、2米06左右，所以现在迈尔斯刚好就是206的身高，那。应该是爆发力非常的好啊，让他的身高跟身材能够在菲律宾联赛里面
应该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队想要去规划他的原因。说菲律宾确实在外籍选手的部分考虑许多的人选，包含像是过去有打过 NBA 的 Dante Green 或是 Greg Smith 这几位的球员。外围套头出手短，篮板球被 Mars 给抓到，后勾引球在分到外围。菲律宾目前打了两分半钟，他们还没有得分。马尔塞进去垫步出手被挡下来，球还在菲律宾队手上，进攻时间剩下六秒钟。Cruz 造成了，裁判吹的是一个 traveling， 走步违例。哇，这个防守的站位站得非常的好，前面都没有被他的假动作骗到，在最后出手的时候才用制高点做了这个主攻。背号13号的阿里哈密呢，身高有209公分。其实他昨天啊，阿里哈密昨天对中华队也造成一个蛮大的影响，在篮下的吓阻动作作用，也让中华队在缺少 Quincy Davis 的状况之下，昨天篮下也讨不到任何便宜啊。是，他算是一个防守型的常人，没错，但身高太高了，209公分。Ravenna 切入，再转移到底线去找 Cruz， Ferro。要自己尝试单打，没有太好的机会。再做一个球的转移，外线跳投出手，裁判给了哨音，吹了一个犯规。好，我们看到菲律宾的进攻大部分都进行一个切传啊，用个人优异的这种基本动作去做一个突破之后，造成防守的协防，最后再传给外线的空档。菲律宾队刚才有提到，昨天比赛对韩国队哦，他们外围的命中率真的太低太低了。那根据官网的资料上来看呢，是外围三分球出手26次，总只投进一球，4%的三分命中率啊，命中率太悲剧了，总比没有进球零来的好啊。不过的确啊，他们还是太年轻了，因为菲律宾虽然教练团是一队的教练团，这个教练我也不陌生了，2013年其实在菲律宾击败他们，也就是这个教练团，说这整个教练团就是同一批的教练团、啊。徐教练可以说他们就是你的手下败将，没有，不敢说手下败将，只是交手的次数非常多，包括以前的琼斯杯或者是亚锦赛，其实都跟这个教练交手过。是 Red 教练是第4次带队来台湾参加琼斯杯。外围跳投出手不进的 Mario Mayfield 这位球员呢，是伊拉克队的规划洋将，那他的命中率事实上不是很高，尤其是在外围的投篮，这个命中率是高的。对，其实伊拉克特别会规划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毕竟在伊拉克这个联赛里面已经打了2年，那他对整个伊拉克篮球是非常熟悉，所以伊拉克要去再找其他规划人选的时候，干脆就找了这个控球后卫。不过从这几场看起来，我觉得伊拉克真的每一场都在进步，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输给了中华白，可是昨天对着中华蓝这个老大哥居然把比赛给拿了下来。没错，昨天4分差距打败了中华蓝队，6-3，外线跳投出手没进，篮板球回到菲律宾队手上。Ravenna 切入高抛投出手，差点得分。这是很传统这种菲律宾的打法，慢下来之后改变他自己的节奏，所有人都以为他要传球的时候，再去做一个切入，然后挑战篮筐。1分差距5-6，球在45度角。再交给阿里，阿里切入到心脏地带，拉杆的一个出手，球弹进。哇，这背号6号的阅历，他身高大概就170公分啊，敢到这个长门阵里面去做挑战篮筐啊。资料上来看，他的身高是165公分。哦，差不多，因为他刚我走在他旁边，我就觉得他大概就170吧，他资料他165。超级迷你型的小钢炮球员，不过小钢炮就是有这种好处啊，非常刁钻啊。日本队的后卫也是一样，昨天中华白输给日本队的2号的这后卫，他也拿下了单场拿下了15分的比数。底线是 Keeper Ravenna 跳投得分。那 Ravenna 的身高也不高哦，183公分，他
他应该很少在比赛中遇到比他还要矮的对手。没错，不过不一定啊，因为菲律宾其实也并不是非常高大的的种族，应该民族啦，所以变成说他们在我们以前对战到菲律宾里面，我们看到现在菲律宾的二队也是一样，总是只三名后卫都非常的矮。是，在首节现在场边出现暂停，比数8-7，一分差距。我们请您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菲律宾交手伊拉克的比赛在首节进行了一半的时间，一分差距，目前是伊拉克暂时领先。首节还有4分45秒要告一段落，球发给阿里，再去找 Mayfield 晃动之后的中距离跳投出手得分。哇，这种规划球员就是这样，当比数应该讲说秒数啊，剩下最后十秒的时候都会交到他手上。这个球再被 DeMario 给抄手，收球上篮出手打进，个人的爆发力和得分能力真的是相当的优异。的确，所以刚刚张瑶他已经回答你，刚刚命中率虽然并不高啊，可是他就是会得分。对，在本季琼斯杯场均19.4分，是伊拉克队得分最多的球员。哎呦，裁判结果没有响哨，有球员倒地。DeMario 连续的假动作假晃出手，中距离跳投不进。哇，他连续的去做一些胯下换手的动作，感觉他的确就是会规划，他一定有他的球感在那边，而且他的得分能力或许不是非常的漂亮，可是就是有办法得分。今天开赛双方的肢体碰撞就相当的激烈喽。嗯，其实菲律宾球员本来就很喜欢身体的碰撞，然后碰到这种中东球队，刚好我也喜欢身体碰撞，所以他们绝对不会示弱。当你有一个人，当你有一个队友倒地的时候，下一次一定是对方会倒地。对，背号34号的 Christian Stanhardinger 这位球员，他的球风也非常的硬。前几天就提到过，很多的球迷朋友称呼他为菲律宾队的 Joakim Noah， 不管是发型或是打球的方式，甚至投球的动作都蛮类似的。他应该是学他的哦。哦，我看他投篮还真的很像啊，而且同样是防守以及篮板球都不错的一位内线球员。对，做苦工的球员啊。外围出现一个机会，三分球出手不进。Giovanni 会给 Christian 中距离跳投出手短，篮板球是被哈密给抓到。球再送到弧顶，还是回到 DeMario 手上。DeMario 地板球压进去，哈密进去的勾射出手得分。啊，的确啊，每一波进攻的确还是要靠他们的进攻发动机啊，持球之后再找到最好的出手机会来得分。伊拉克队现在取得7分的领先，场边是菲律宾队要请求暂停。连续2天的比赛，菲律宾队在外围的投篮手感都不是到太理想。过去的2分半钟是一波8-2的进攻，
I don't care if we lose this game. If you don't do what we want to do, I'd rather lose that way. Sit your ass on that bench if you don't want to work with this team. You can't take a bad shot and then let your man shoot there over you. Tumakbo tayo. Dito pa lang sa backcourt, umaatake na tayo. Ayaw natin umatake, natatakot tayo eh. Let's push it here. Let's go. Ba't dati binibigay yung bola sa malaki? Wala namang pressure. Ba't dati binapasa yung bola? Let's go here. Triple drive dito. May tao dito sa east. Hey, buddy, language is aggressive. Buddy, language is talk, energy. Give the energy, talk. Okay? Let's go. 这场比赛从开赛以来啊，两边的肢体碰撞啊，强度都非常的足够。嗯，其实我们就讲啊，在亚洲里面啊，最喜欢身体碰撞就是中东的球队。再来，你要说东亚这些球队里面啊，中国这几年因为身体练得越来越壮，再来就是菲律宾。嗯，我觉得反倒是中华队也好，或者是日本队也好，还有韩国队也好。 我们真的在松身体的冲撞上面，倒是要向这几个球队去多学习。九八，你带了精确的抛投出手得分，在暂停回来之后，菲律宾队马上能够得分。啊，其实刚才这一波暂停里面啊，艾尔斯教练非常的生气，也可能篮下有冲突了。哇哇哇！冲突一触即发。 那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两个球队都喜欢身体碰撞的球队，从一开赛的时候就有这种身体接触的时候，当然打到现在就可能会擦枪走火。嗯，第一节啊，现在才第一节而已。嗯，两队开赛动作都蛮多的。哇。 看起来原本是过去要把双方拉开的球员，反倒加入了这场小混战当中。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两个球队目前胜场数都不够，都是赢不了球啊，所以觉得说都处于后半端的球队，当然想要去赢得比赛，因为你一旦赢得比赛的话，你有办法就是排名慢慢的往前爬。 背号六号阿里的罚球，165公分，今年30岁，跟他对位的Giovanni身高也是175公分而已。第二罚没有罚进，Giovanni拿了球向前推进，这个球后面被拨掉，裁判并没有响哨，球在 Demario 手上。这场比赛在第一节就打得火药味十足。 Mario， 这个就是经验呐、啊。当全队开始打混战的时候，他拿下篮板球之后，反倒把这个场面控制下来。裁判吹的是一个进攻犯规。嗯，绝对。现在裁判绝对会在有身体接触的状况之下，一定会去做很快速的吹判啊，否则很有可能战火啊就改变成斗殴哦。对。 现在换上35号的 Right 切入，再做一个转移，到篮底下找到队友，造成了犯规。我们看到35号的 Right， 他切入的动作其实非常的协调啊，感觉起来他切进去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他并不像美国球，他并不像纯正的菲律宾球员啊，他其实是加拿大跟菲律宾的混血，然后所以他这几年其实都是在美国，有去做打球，然后他也在球队担任一个射手的位置。 现在是菲律宾队背号8号的Raymar Jose站上罚球线，两罚都罚进，15-11，在首节比赛4分差距，还有2分05秒。哇，这两个身穿背号6号的球员对抗，都是相当矮的控球后卫。Giovanni。 他身高这边报是报 172，因为我们在场上其实看起来他跟伊拉克这个6号差不多，应该讲说伊拉克6号比较身体比较壮硕，165对上172，身材差距不大。球掉到 low post， 背筐，再做一个转移到对边
回到湖底。沙克拉剩下三秒钟，勉强的跳投出手，篮外的霸包。我菲律宾队在首节的进攻也不是到太理想，目前只得到十一分。Giovanni 回给，这球再转移到禁区。Raymar Wright 想砸在对方脚上，但是没有成功，发生了失误。阿里快速切到篮底下拉杆的出手，裁判稍微没有想，再起吹了犯规。哇，阿里真的很喜欢挑战篮筐啊！全场最矮的球员比中锋还喜欢切到篮筐里，要篮下去做挑战篮筐的出手啊！那这边抓了篮板球之后，是 Defica 获得罚球的机会。现在伊拉克队要把他们的王牌 Demario 先换下去，稍微休息一下。我觉得两个球队啊，他们的目标是不同啊。伊拉克这个球队其实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八月份黎巴嫩的亚洲杯。嗯，那菲律宾这个二军呢，他其实就是以培养为目的。他们也这个球队啊，听说九月份会去参加一个亚洲的职业的比赛，应该职业联赛，然后去磨练他们的经验。是，所以我们现在有看到两个队为什么伊拉克今天就很积极想要赢球，因为我是一队啊。他们会觉得菲律宾是二队，然后当然在身体接触上面，他们每一波进攻都想要取得优势。嗯，不过提到一队、二队哦，这边要问球迷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中华队昨天输给伊拉克队，不过倒是中华白队曾经打败过伊拉克队，你怎么看这个情况？我觉得不同啊，就是白队球员非常有拼劲嘛，那中华队的球员啊。我们也知道中华队目前宜翔是被应该讲说有三场球不能出赛，然后再加 Quincy Davis 受伤，我觉得全队在突然少了 Quincy Davis 之下，然后在中锋的轮替上面只剩下小鼎跟戴豪两个中锋，博成昨天也受伤，所以我觉得在中华队轮替上面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所以我觉得在白队里面又有一个外援去助阵，所以这个很难去评断。那在短期的杯赛里面，尤其琼斯杯啊，你在七天里面、八天里面要连打这八场球，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体能负荷也是蛮大的一个压力啊。17-13，两队四分差距，首节不到最后一分钟要告一段落。球在做转移外线的跳投出手没进，篮板球回到 Park 手上。Giovanni 切入收球，再给 Mars 有点危险。Mars 把球救回来，背筐尝试要单打，但是球掉了。那菲律宾每个后控球位其实都不贪功啊，切进去都会找到他们自己篮下走位的这个球员去做传球啊。Right 拉下篮板之后，快速的向前推进。Game Clock 跟 Shot Clock 大概是八秒钟的差距，裁判给了一个哨音。看起来是要吹伊拉克队背号四号阿某的犯规。嗯，我们看到篮下这肢体的接触啊。Miles 虽然有是纯正的黑人啊，他在篮下想要去抢位置的时候，伊拉克篮下也不会就随意轻易的就把这位置让给他，没有这么简单哦。没错，这些西亚中东的球队打球的风格也非常的剽悍，非常强悍啊。我们对到那种西亚中东的球队，比如说伊朗啊、伊拉克啊，然后黎巴嫩啊，基本上能把你击倒不会轻轻的碰你一下一定是都会把你勒倒吗？他直接就是肘击啊，或者用身体壮硕度或高度把你直接强压下去。所以裁判在每次对到中东的比赛里面都要非常的非常的小心啊。Jose 抓到进攻篮板之后，篮下补进两分，17-15，伊拉克在首节的最后一集。再给他外围，带到心脏地带的出手，裁判稍微没有想，再起篮下插板得分。啊，因祸得福啊！裁判如果给了这个哨的话，就没有这个两分了。是，我看起来这两分还是吹球进算了。19-15，结束了首节的比赛。第一节打完之后，目前是伊拉克队暂时取得四分领先。
coming right now here. Stand your ground, watch out. So Sally has a bad comment. Stop going for the steal. They're out of control. When you pressure them, they get out of control. So be smart. Be smarter than them. Okay, have it stopped our dribble drive down. We need to do the 7-3 attack. But we got to attack here in the backcourt. Okay. 好的，现场的这里边，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弹幕，有我们的 Kiss Ken， 如果照到你们的话呢，可以来亲一下，亲一下，表示一下爱意，掌声。我们不是眼神的交流，好不好？我们是嘴唇的交流。星汉不要喝水了，星汉漱口的意思吗？星汉掌声送给他，今天第一队了。好，在和平篮球馆比赛的现场有 Kiss Can 的活动，也让现场球迷一起来同乐。菲律宾交手伊拉克的比赛第二节展开，19-15，四分差距。球交给 Wright， 切入转移，这个球被轰下来，裁判给了哨音。菲律宾其实在执行这个战术上面其实非常成功的，三次外围的 DHO dribble handoff 之后突然做一个切入，而且他们切入我们在讲到第一节就讲到切入之后自己都不贪功啊，绝对是传给篮下已经埋伏好的这个队友，所以都是会找到这一次出手的机会。可是伊拉克啊，毕竟高度就是摆在那边，所以菲律宾现在在往往挑战篮筐的时候，都会碰到菲律宾伊拉克这个封阻。是 ，Rema Jose 在今天获得蛮多的机会哦。事实上，在昨天他只有三分钟的上场时间，拿下再起出手还是被挡下来。这个球之后争抢被拨出界外。哇，禁区的对抗非常的激烈。哦，感觉这迈尔斯啊，的确就是够壮啊，可是似乎弹速没有像一般的外援来的这么快。所以他在拿他篮下拿到球的时候，出手的时候已经碰到对手比较高的这种防守者的封阻。如果是 Quincy Davis 说，这种球已经灌进去了。Q 比较厉害，没错。来了一个抛投，出手不进，篮板回到迈尔手上。19-15，快速向前推进，球交给 Ry 外线跳投出手得分。哇 ，Wright 本来就是菲律宾队的射手啊，他拿到球前几波，尤其在第一节，感觉非常的客气啊，都是做一个切传的动作。他这一节拿到这个球之后，就不客气投进去了，一扫昨天命中率低迷的阴霾啊。我这球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昨天的 Wright 上场了26分钟，只得4分，三分球7投0中。我们先看一下这次的掩护犯规，吹的是13号的韩密。哇，这个球裁判再吹了犯规。哨音又响。切入，因为毕竟6号他的切入速度真的非常的快啊，所以去做一个 crossover 的时候，防守者其实已经被骗开了。然后再选择性再继续切入的时候，防守者已经失去了他的位置，只好最后就是犯规了。配好6号的Giovanni Jalen站上罚球线，顺利的把握住了第一球。在本届的琼斯杯，他场均10分、3篮板，还有2次的助攻。其实Giovanni在菲律宾这个
二队当中啊，其实教练团给他的任务除了是控球后卫之外，其实对方最难守的球员大部分也是交给他，所以他们是属于一个防守型的一个后卫。20-19，球要传给韩密，再救回来，这个球有点危险。沙克拉还有5秒钟，外围出手，球没进。听到现场的声音了，感觉这好像是菲律宾的主场。现在和平篮球馆变成菲律宾的小主场，外围跳投再来一颗。旁边的 Kobe Pars 都显得非常的兴奋。菲律宾现在已经打出一波8-0的进攻啊，完全在很快速的拿下篮板球之后往前的推进，造成外线的这些出手啊。Wright 连续投进了2颗3分球。23-19，现在菲律宾队倒是取得了4分领先。球到底线，时间快不够了，勉强要出手，这个炸弹没有猜到。Joe Allen 再救回来，交给 Parks Wright， 再把球给要回来，拉开来利用掩护。 Wright 球到心脏地带，这个球被挡下来，大火锅。不过 Wright 的切入动作真的是好啊，利用一个高位挡拆之后切进去，他的动作真的不像一般的亚洲球员啊。即便如此，这个动作最后还是闪不过209公分的常人了。韩密在后面给了一个记忆的麻辣锅。韩密的确就是防守球员啊，张扬刚刚特别提到，我也非常认同啊。从第一节开始，菲律宾的矮小后卫只要切进去，韩密都会站在篮下。只要你敢出手，我就是主攻。你如果不敢出，所以我们也看到菲律宾的很多就是小个子切进去不敢出手，反倒去做一个切传的动作。想要利用一个高插板来得分，但是球没进。Demario 带到禁区，靠在对方身上出手，2分打进。伊拉克还是需要他，下半场的第一个 field goal， 还第二节的第一个 field goal 还是要靠他。然后裁判应该是给了菲律宾队一次的进攻犯规。现在现场响起了一片的欢呼声，因为菲律宾队要换人了。换的应该是 Kobe 啊， Kobe Paras 要上来了。哇，这个球员听说啊，的确现在在菲律宾里面是非常的火红啊，人气低迷的球员呢。现在换上来的是背号23号的 Kobe Paras， 长得也非常帅气啊。23-21，第二节进行了3分多钟。送到低位 low post， 没有太好机会再出来。裁判给了伊斯堡的一次 traveling 走步违例。那 Kobe Paras 事实上在前面的5场比赛当中，场均只有7分钟的上场时间，而且平均得分只有2分，所以整体来讲他并没有太多突出的表现了。在本届的琼斯杯。Right 到禁区的出手没进，应该说是 Paras。不过这个球，裁判还是给了一个哨音。感觉打得非常随性啊。出手也好，切入也好，他的动作就比较随性。其实菲律宾球员都是这样啊，那毕竟还是比较年轻，所以感觉他出手上面就比较急躁了一点。是。那事实上 Kobe Paras 他也是在整个菲律宾这支年轻球队当中最小年纪最小的一位球员，1997今年19岁。对啊，所以他现在当然就是菲律宾极力栽培的一个球员，毕竟他的高度也不错，也达到198公分了。是，球到弧顶，3分球跳投出手短，长篮板落在菲律宾队手上。前面是 Wright 尝试3分球出手没进，被点出界外。裁判认为是伊拉克队的球权。马歇尔觉得是 Miles 觉得后面有碰到球了。
他在后面要拿球的时候，他感觉是伊拉克的球员在后面去拨了球，所以一直去跟裁判据理力力争啊。对，所以球权应该再回到菲律宾了。没错，裁判做了一个改判。二三对二一，球再交给 Wright 切入地板球，送给 Mars， 双手轰炸篮筐。哇，这才是洋将的等级啊，这才是规划的等级啊。二十五对二十一，菲律宾队取得四分领先，上半场还有五分四十秒，球再出来，地板球再到低位，回给 Demario， 下克拉四秒钟 ，Demario 再做一个转移到底线，时间快要不够了，还传，哦没了，二十四秒的进攻时间违例，嗯。啊，这个位置只要让他拿到球啊，以规划的等级来讲，绝对就是要把球扣进去。Right， 这个地板球也传得相当漂亮。没错，在前面的比赛，事实上他只有平均一点二次的场均助攻。Right， 外线再起出手，再投进。哇，今天真的手感太好了，一个简单的 dribble handoff 交给他之后，立即拔起来。就是三分命中，他还问裁判这是否是一个三分球、啊、裁判跟他说是两分哦。不过这球投进之后，现在是伊拉克队要请求暂停了。第二节比赛二七对二一。在台北市的和平篮球馆，只要在今年呢有菲律宾队的比赛啊，他们都会有很多的球迷进场来支持。嗯、第二节单节打了一波十二对二的比分，让他们现在取得领先了二七对二一。上半场还有五分钟左右要告一段落。伊拉克的进攻，球还是交给 Demario， 这个下手判断非常准确。裁判没吹犯规，暂停回来之后，菲律宾队重新换上背号一号的控球 Keeper Ravana， Haras 在禁区尝试要单打再出来，在了右半边 Right 外线的机会跳投出手没进，篮板球还在迈尔手上，造成了犯规。哇，真的菲律宾的现在第二节的打法打得非常的活跃，并不像第一节啊，有点感觉自我受限啊。在第一节的后半段 ，Wright 就连续的出手，其实看他的出手就感觉到他其实的确是菲律宾的第一个射手，所以所有的球权都会转移到他手上，然后尽量去再给他做出手的机会。很难想象他这样一个射手，昨天对到韩国队的出手是七投零中，对，所以也看得出来韩国队对菲律宾这个球队的一个研究。前四罚都不进的洋将 Mars 把握住这两次的罚球。二九对二一，上半场还有四分半钟。胡廷一个掩护，切入球到底线，做假晃之后往禁区带，造成了犯规。裁判给的是一个打手犯规。
应该是下面 Miles 的一个打手啊。伊拉克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不过在这一节伊拉克团队的进攻受限于菲律宾的严加看管了，他们得分相当的低。其实我们看到应该讲伊拉克他们的主力后卫啊，他们的零号这种规划球员一直没有办法拿到球，所以他们的球大部分都在他们自己的国内球员身上去做轮转，那当然效率也没有来得那么高啊。现在罚球的是背号21号的 Defica， Defica 的身高是有195公分。其实我们讲到伊拉克在第一节能够19-15的领先，完全都是因为球在 DeMario 他零号这个手上，除了得分之外也可以去做助攻。可是菲律宾其实在第二节里面防守的时候做得非常成功，让这个 DeMario 并没有太多的机会拿到持球的权。球送到中间，再回给 Ravenna， 刷他7秒钟。哇，这次的 crossover 晃过去了，到篮下的上篮得分。菲律宾的每一个后卫啊，都可以做这个 crossover， 非常的运用的非常的好，不断的去做这个方向的改变，做切入的进攻。3-1-2，这个下手差点把球抄走。外围连续的背后运球，但是发生失误。菲律宾队 transition 快攻的机会，哎呦，这个给球，3-2没有处理好啊。Ravenna切入再转移到底线，再出来 ，Right， 弧顶的假晃，连续的假动作，外围跳投出手没进。3-1-2，第二节还有3分10秒左右，在这节伊拉克队的投篮命中率只有16.7%。外围还是要尝试三分球，力道轻了。前面有人偷跑，飞身暴扣 ，Kobe Paras。哦，这是他的 show time。啊，全场观众比他还开心呢。这种机会他当然不能放过，没错。他一个快攻的机会，当然要秀一下。大概菲律宾有一半的球迷是为了他来的，对。80%是女性球迷，没错。不过他个人条件看得出来是相当优异的一位年轻球员，对，才20岁啊，然后有198公分。现在场边出现一个暂停。This is Jeff attack more down. Muhammed Salah buraya kadar gelecek ki havaya da atabilirler burada. Havadaki burada. Pick yapsın. Yapmadı. Only dokunuyor. Ito yan ang atake natin. Let's look for those gaps. Let's look for those gaps. Hit our shooters. Oh, yun lang ang ano nila. Be smart. Let's go. 再看一下，这一次的快攻机会 ，Kobe Paras 单手暴扣篮筐。不过这段期间呢，在第二节的比赛，伊拉克队的投篮命中率是下降的非常的多。球迷怎么看？菲律宾队在第二节的防守，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不让他们的 DeMario 零号，刚才讲伊拉克的背号零号 DeMario 做规划球员拿到球啊。大部分他们如果发动机是在 DeMario 身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用不断的换防，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球员去做一些贴身，利用这个 high pick， 我们也看到菲律宾是直接把人换掉啊，让 DeMario 没有办法持到这个球去做突破的进攻。是，进去转身下手，结果。球被抄走，地板球往前传，被拨出界外。哇，眼睛是看右边这个 corner 去传到篮下跟进的这个球员啊。其实这传球传得非常的好，当然可是毕竟前面有 DeMario 的防守啊。我们看他眼睛其实是看向右边的，右边他还有一个一号的队友在旁边，然后实际上球是往篮左边传下去，传给切进的队友。Kobe 地板球，再转移到中间，来了一个高抛投，出手没进。啊，菲律宾的球员都很喜欢这种 no rookie pass，、啊、打球真的非常非常，应该讲 freestyle，、秀味十足。没错。哎，这个球结果发生了失误。Transition
球转移到底角 ，Paul Joey 的外围跳投出手没进。3-3-2，第二节比赛还有两分钟。在这节伊拉克团队的失误次数来到了7次，反观菲律宾队只有1次而已。啊，很难想象啊，时间剩下1分54秒，伊拉克到现在只拿下3分了。背筐。啊，这边裁判应该是要吹一个走步违例了。所以菲律宾真的在第二节防守上面做一些改变，当然进攻非常的顺，也造成伊拉克非常大的压力。那在防守方，不管是对 Di Mario 的这个切断他的主攻，甚至不让他拿到球，到篮下身体硬碰硬的一对一，也没有办法让伊拉克篮下取得太多的优势。这节菲律宾队得到了18分，球到底线，外围跳投出手巨。啊，张扬，你说他昨天命中率4%？是哎，只投进1球啊！他今天上半场的命中率大概就已经40-50了。昨天对韩国队26投仅1中的3分球，我今天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个4+0啊，现在应该40%的命中率了。球还在伊拉克队手上，这节单节他们只得3分而已。马明转身的跳投出手还是短了。真的是防守型球员啊，后面是一个非常矮小的后卫在守他，他还是没有办法把球放进去啊。Ravenna， 球带到中间，突破再做一个转移，结果发生失误。这个传球力道是有点过头了，然后传的位置也偏了。其实菲律宾的后卫啊都非常刁钻啊，感觉像打球非常豪放，可实际上菲律宾打球的方式就是这样。就当他刚失误的时候，他们教练也不会去对他也就是有太多的指责，反倒是叫他继续加油，说好球啊。在禁区垫步之后的出手还是没有投进，球再交给 Ryan。现在菲律宾队把进攻节奏给放慢，非常聪明啊，毕竟他。进攻上面如果很快出手也没有办法一直2-2-1，但裁判这边要吹一个进攻犯规，对吧？手不应该推出来了，推第一次裁判放过你，再推第二次裁判绝对不会再给你机会了。那现在伊拉克请求了一个暂停，他们要部署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集。 Technical foul flop。 Ray 教练跟裁判投诉说这是一个假倒啊。对，假倒的话在国际规则里面就是要给一个技术犯规啊。伊拉克队在这节只得3分。OK， they're setting up a last shot now. They're setting up a play for a last shot. OK， so we come down.OK， 打哟 ，pakita natin from the backcourt here, man. OK， but as soon as they cross the front court, OK, zone. Stop in the zone.、Okay? Hand off, Chombi, this here. OK, one and one, penetrate, shoot, last ball shoot. OK, five man, four man, open. 来看一下背后35号的 Right。在今天的表现，目前为止他攻下了8分 ，field goal 6投3中。昨天比赛3分球7投0中，只得4分。这加拿大跟菲律宾的混血啊，也是菲律宾国家队现在积极栽培的一个射手。球交给阿里，切入转移，再到底线，外围跳投出手还是没进。哇，两个队的教练都在斗智啊！一个队喊了暂停，话如何破丁人的进攻，另外一个队就守了一个区域了。对。不过这节单节当中，菲律宾队打出一波17-3的单节比分，让比赛在上半场打完。现在菲律宾队取得了大幅度的领先，比数方面是36-22。我们请您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第39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比赛的现场。今天是大会赛程第六天第四场的比赛，伊拉克交手菲律宾。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和平篮球馆现在仿佛是化身成为菲律宾的小主场。那他们在半场打完，目前是暂时领先伊拉克队，目前比分方面是36-22，两队是14分差距。中场我们透过数据的分析，一起来跟球评许晋哲教练来讨论一下两队在上半场的交手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 field goal 命中率的部分呢，伊拉克队相当的低，只有25.8%的投篮命中率，8.3%的三分球命中率。然后上半场他们刷了16个篮板，也比菲律宾队要少。各项的数字来看呢，事实上都是菲律宾队占据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哦，包含了助攻次数5-2。那菲律宾队在前两节打完，目前他们的投篮命中率是39.3%，三分球的命中率是30.0%啊。那罚球则是不太灵光啊，57.9%，这也跟他们的洋将啊，外籍球员 Mars 的罚球次数比较多有关系。接下来关心在上半场双方得分比较多的球员呢、啊，那伊拉克队的部分还是集中在几位的主力球员身上。背号21号的 Defaqa 在上半场攻下了8分，不过在过去比赛中，得分主力的背号0号的 Demario 上半场只有得到6分，这个分数是比较少一点的。背号6号的阿里得到了3分，所以我想伊拉克队在半场只得到22分了，这个数字的确看起来是比较偏低了一些。至于在菲律宾队的部分，35号的 Matthew Wright 攻下了8分，全队最多。背号1号的控球 Kiefer Ravenna 攻下6分 ，Giovanni Jalalan 攻下了4分 ，Jose 攻下了4分 ，Mars 拿下4分 ，Cruz 拿下了3分。那球迷怎么看两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呢？我想最重要的，伊拉克在第二节只拿下了3分啊，所以半场会落后到14分。其实菲律宾今天只要有上场的球员，目前有9位球员拿下了分数。昨天对到韩国队，其实整场打完只有8位球员拿下分数。那从这个数据比较看起来，就看得出来菲律宾今天在上半场就已经打得非常的全面了。不管是内线的 Miles， 或者我们刚刚看到 White 他的投篮，应该讲说昨天 White 在对到韩国队是7投0中。可是今天在上半场都已经投进2个3分，拿下了8分。所以虽然他命中率只有30%啊，可是感觉起来今天菲律宾的进攻就已经比较恢复正常了。那菲律宾大部分呢，当然他们的得分是来自于第二节比较多了，在首节打完他们4分落后，对，而第二节只让伊拉克队得到3分，他们自己单节则是得到了21分。球评怎么看第二节的比赛？我想最重要的第二节的确菲律宾在防守方做了一些改变，因为毕竟他们第一节是19-15，4分的落后，到了第二节的时候不让伊拉克的零号 Demario 去持球，甚至去做助攻的动作，当然他得分也比较拿不到球的结果，没有办法拿下分数，所以第二节让伊拉克只有拿下3分了。也为大家来提醒一下，稍后晚间的7点，中华蓝队要对上的是强敌立陶宛队，也请您继续锁定我来电视网，在稍后7点的转播服务。
Fairfield 给拿到双手后。 好的，现场的球迷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荧幕。如果照到你的话，欢迎回到台北市的和平篮球馆，跟着未来电视网的脚步一起来欣赏第39届的琼斯杯。现场是 Bengal Camp， 一起来打鼓。喂，球评，看到这些球员今天都有来现场支持你吗？我有规定他们来看球啊，来支持台湾的篮球啊。 今天旁边的富邦勇士队的球员又来到现场来欣赏这场伊拉克交手菲律宾的比赛。那么稍后下一场比赛是中华蓝队要对上强敌立陶宛队，也请您持续锁定未来电视网的转播服务。现在第三节比赛即将展开，伊拉克队在首节攻下了19分，但第二节只得到单节3分。
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想办法改善了，在第二节进攻端不是很理想的一个问题。的确，最重要，DeMario 没有办法持球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菲律宾的防守上面，当 DeMario 拿到球之后，把球传掉了，接下去他就会进行严加的看管。要卡发起进去尝试要做单打出手得分。倒是第三节一开始，伊拉克队很快投进了他们的第一个 field goal。对，我觉得在中场开会的时候，教练团一定有告知他们啊，如果你没有办法让 DeMario 持球拿到球的话，势必要改变打法。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波的进攻是从篮下开始的，外线起了出手偏，球还是送给 DeMario。在伊拉克的联赛啊，他平均有29分的得分，8个篮板，还有8次的助攻，感觉他也累了啦。毕竟今天已经是连续第4天的出战了。然后裁判吹的是一个进攻犯规。36-24。现在菲律宾场上的球员有背号6号的 Giovanni， 4号的 Cruz， 24号的 Myers， 7号的 Parks， 还有35号的 Wright。交给 Myers， Giovanni 出来接球，切入到心脏地带，用左手挑篮出手得分。的确太刁钻了，伊拉克。以为已经把他守住了，没想到他还钻找到一个缝钻进去了。这个球被拨出界外，还是伊拉克的球权。不断的看到两个队的后卫6号啊，都是身穿6号背衣的背号的球员啊，不断的切入去挑战篮筐。哇，这个球直接掉到禁区 ，DeMario 出手得分。啊，菲律宾他们在防守上面以为是。有对到人啊，实际上 DeMario 他的一个空手切，那当然后卫有看得到、传得到，这是最重要的。在伊拉克的联赛啊，他的平均表现非常的惊人，29分、8篮板、8助攻，将近是一个平均大三元的成绩。对，其实昨天中华队严格讲起来也就是输给他。外围是 Cruz 的跳投出手球进。菲律宾今天真的是有上场的球员就有办法拿下分数哦。Cruz 今天投进了6分，41-27。Ali 结果运球倒地，裁判给了菲律宾的一次犯规。其实看得出来，伊拉克现在的打法上面很多的高位的挡拆都会利用他的大中锋上来。替他的小后卫去做一个高位的掩护，那相较于菲律宾，大部分都把 space 拉开，让他们自己后卫不断的去做一个切分的导传。球再掉给 DeMario， 直接拔起来出手短。Giovanni 球往前传，交给 Wright，no pose 去找 Myers 要转底线。靠上去出手篮下打进，哇！我感觉迈尔斯他打法真的越来越像菲律宾的球员。对，菲律宾的球员其实打球就是像这样，就是比较 freestyle， 然后转身也比较夸张。刚才迈尔斯的打法其实真的非常像菲律宾球员，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想要规划他的原因吧。裁判吹的是篮下的3秒违例。来看一下这个转身，而且也有一个拉杆呐、啊。当转身过后，因为毕竟后面身高守他的也达到206啊，还是要去做一个拉杆的动作。是，43-27。Ali， 球再送给 Hassan， DeMario， 掩护上来 ，shot 9秒。DeMario 撞开对方，中距离跳投出手偏了，裁判吹了一个犯规。吹的是
伊拉克队的犯规。嗯，其实裁判吹的应该是伊拉克队前面啊，先把菲律宾的七号有一点先去拉了他一把。那当然后续菲律宾的七号也不甘示弱，屁股去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到伊拉克的球员飞出了场外，反倒是被吹犯规。是，哇，给的是进攻犯规。对，的确，第三节裁判在一开赛一定要在每一个动作都要吹得严谨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第一节开局的时候就是因为吹得比较松，所以让两个球队有很多的身体接触，然后差点变成肉搏战。嗯，所以相信在中场半场的时候，三位裁判也有开过会，不只是球员有开会，裁判也经过开会之后也会在第三节在吹判上面比较严谨一点。是，对球的转移再出来，外围哈三的跳投出手偏了，篮板球被九巴尼给拿到，再到底线外围的空档 Cruz 出手球没进，哇，篮板球 DiMario 跳得很高，DiMario 这个球再往前传，漂亮给球，感觉起来已经快要失误了，反倒还是传了一个助攻啊。43-29，两队分差现在来到了14分。Giovanni 再出来去找 Wright，shot 剩下10秒 ，Wright 直接起了出手没进，但篮板球的争抢还在迈尔手上。今天想要一箭穿心，但是没有成功。伊拉克前面是4-2的快攻机会，拉杆球自己来上篮，哇哦！哇，他还是用他的右手啊。一般来讲，这样拉杆完以后是用左手出手，可是他还是选择用他自己比较惯用的右手把球放进去，非常华丽的一次得分。伊拉克追到仅12分落后，这个球再转移交给马尔，结果出现了失误。DiMario 收球切入造成犯规，哇，真的当他启动起来的时候啊，菲律宾就很难阻挡了，所以第二节菲律宾守得非常成功啊。到第三节开始，我们看到 DiMario 又有助攻又有自己的得分，像这球我们也以为他已经要失误了，在他已经做了一个垫步，再走一步就失误。像这个球切进去，一般来讲是用左手，真的，他这球还是用右手去做一个反手的一个下手的勾射，其实的确在手感上面是非常的好。但看起来这个动作他平常应该做的还蛮多的，没错，因为做的很流畅，感觉他比较相信自己的右手啦。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这种球切进去左手的勾射，或许会比较常用，可是也每个球员自己的惯性不同嘛。所以他善用他的右手去运用的话，拿下分数是最重要的。两罚都进之后，现在伊拉克追到仅10分落后。九巴尼下了前场，再做转移，结果 pass 没有接好，前面是一个快攻的机会，飞上去暴扣篮筐。哇，第三节伊拉克队变成 DiMario 的个人秀。Parks 转移出来。Pojoy 带经典的抛投出手，还以颜色。球再转移到右半边，还找 DiMario 外线起了出手没进。在本届的琼斯杯，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只有26%。其实感觉出来他的出手并不是属于射手啊。他在跳起来的时候还会身体在空中做一次停留再去做出手，大部分这样的出手并没有办法去当一个真正的射手。 Farrell Wright 你说 Pojoy 的高抛投打板没进，篮下是 Myers 把球给补进去啊。 Myers 永远就是在篮筐的下方啊，只要队友切进去他都可以接到这个篮下的传球之外，也有办法把这种空中的球给补进去。他也是菲律宾队平均篮板数字最多的球员。 Ali 切入垫步转身再做一个传球到底线，外围哈森的三分球出手没进，哦，但是篮下有队友帮他补进。哇，这个垃圾不落地啊，在空中直接就是高举高打。47-37，第三节还有不到4分钟要告一段落。 Farrell 转移到45度角，九巴尼切入造成的犯规。我们常常看到6号的九巴尼啊，都有办法用他这种
快速的动作，不管是切右边、切左边，总是有办法切进去伊拉克的心脏的地带。那第三节场边出现了一个电视暂停，比数方面是47-37，依旧是菲律宾队暂时领先，请您休息一下。看一下伊拉克队背后零号的 Demario Mayfield， 能抓篮板球，能推进，能传球，也当然能够得分。其实焦矮个这种规划球员是非常难守的、当他有办法持球的时候，个人的单打真的不是一般我们这种亚洲选手有办法去做防守的，必须靠一些协防才有办法。所以菲律宾其实在上半场是做得非常的好，在尤其在第二节的时候是不让他持球，当他把球传出去之后就立即把它断掉，不让他再去做接应。可是我们看到第三节他打法改变了，大部分的球都是从后场直接去断掉之后自己持球造成推进然后得分，或者是拿到球去助攻给队友。是，事实上 Demario 这位球员在美国就读大学的时期一度是被美国的媒体评选为一位非常有潜力的新人，不过在他个人私生活的方面其实有一些的混乱，然后他在大学转过3间的学校，而且也曾经卷入到一些的刑事事件当中，所以并没有决定最后留在美国来打球，而是到海外来讨生活。其实美国有很多这样的球员，只要就像刚刚张扬所说的就是主播所说的，他只要私生活有一些混乱，包含有刑事案件或者吸毒这些，大部分不管是 NBA 的球队或者是 NCAA 的球队，大部分就会立即去做开除，也让他在美国的篮球里面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工作的机会。对，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这样的外籍球员都到国外的联赛去做，应该讲说找自己的篮球的第二春吧。我看起来伊拉克队的确在他的加入之后变成一支蛮有威胁性的球队。没错，尤其现在这个球队是在准备亚洲杯嘛，所以的确我们看到很多亚洲的球队现在都有规划的球员，这个规划球员也对亚洲篮球有很大的一个化学效益的改变。是，那这方面我们当然要自己再积极的去寻找。没错，因为 Q 的年纪我想也比较大了一些。我觉得年纪不是他最大的问题他最重要的是他的伤就像今年琼斯杯为什么他现在没办法出赛，就是他的腰伤。是，而且我跟就是浦原的总教练 Ben 聊过 Q 的这个伤势，这伤势可能没有像大家一般想象的小他的伤势甚至比2年前他伤势还来得重，他自己非常的害怕，所以我觉得 Q 的伤势是大家要正视的问题，不管是亚洲杯或者世界杯的资格赛，有可能他都会出现状况。是，所以中华队真的在规划人选上面要再快速一点。在整个第三节 ，Demario Mayfield 单节攻下了13分，这边又打到了一个净算加罚 ，Field goal 在这节当中7投4中。现在获得罚球的机会。1991年出生的他，在今年也只有26岁的年纪而已。
其实 DeMario 我们应该讲说，我们看到亚洲很多在规划球员上面选择的都是大型的中锋球员啊。那为什么伊拉克会选择的是控球的后卫？因为毕竟我们有看到伊拉克他内线还是有高度啊，所以在内线有高度的状况之下，我们有看到他们的控球后卫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六号。是，那 DeMario 其实是一兼二的球员，二兼一啊，所以可以打到得分后卫，也可以有办法像现在当他的主控六号下去的时候，打到这个控球后卫。所以为什么伊拉克会选择小型的外援去做规划的球员？是。那现在伊拉克把比分给追进了，不过很快菲律宾队投进了外围的三分球。啊，菲律宾今天的三分线啊，真的是跟昨天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只要上来球员外线的出手，都有出手命中的机会啊。Omar 在外围也是要尝试三分球投进，再来到七分的差距。54-47，不让分数拉开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投三分，我也投三分。拦下这个球，菲律宾队还是把握到了。34号的 Christian， 今天他得分不多，目前是仅4分。对，可是我们讲到菲律宾现在有办法领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现在上场的球员里面已经有10位球员拿下分数了。球做转移，但是被抄走。Pogoy 在前面是快攻的机会，飞身上篮出手得分。这个球对伊拉克来讲是相当可惜哦，后场出现的失误让对方直接快攻得分。现在伊拉克队在第三节要请求暂停，还有1分半钟结束第三节的比赛。Red aggressive, red. No, Just a little bit, huh? He's not gonna drive. Let's go. 第三节1分27秒，比数58-47，菲律宾队11分暂时领先。那么这波进攻球权是在伊拉克队这边。现在场上的控球重新换上背号六号的阿里。现在看到伊拉克特别让 DeMario 赶快下去休息啊，也赶快有防护员在旁边去帮他做一些伸展，毕竟今天已经打6场的比赛，然后现在今天这场球又必须要靠他进去转身单打出手得分。所以看得出来啊，当伊拉克 DeMario 下去的时候，他们的球就不断的想要去禁区挑战禁区，拿下2分2分的拿。Keeper Ravana 很快的还以颜色。对，不过菲律宾今天的确每个上来的球员都非常有信心啊，不管是中距离或者我们刚刚看到的三分线，而且真的在个人切入上面啊，都是准备去1对1的挑战对方。是，60-49，分差11分。阿里找不到人传球，赶快再送出来。Shot clock 6秒钟，往禁区送，这次的出手被干扰到了。Ravana 切入转移到对边外围跳投出手巨，哇，真的三分线很有信心啊！菲律宾真的是今天全部的球员都打开了。63-49，再回到14分差距，伊拉克队要发动在第三节的最后一波进攻。阿里钻到禁区，做假动作再传出来，外线跳投出手没进，裁判给了哨音，哦，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在第三节枪响时间到点之前，看起来双方在篮下有一些的动作。哦，后面这个好像有点演了一下。对。感觉起来是，哇！伊拉克的球员先是，哇！电视的重播啊，
所以现在现场响起了一片的鼓噪声。伊拉克的球员直接是往菲律宾的球员打招呼啊，脸上打了招呼，而且自己还觉得好像很委屈一样啊，好像还做了一个假倒的动作。实际没有人碰到他，他还一直摸着他的鼻子啊。哇，菲律宾的球员都在笑，所以现在电视也不会再去重播。现在比数在三节打完是63-49，由菲律宾队暂时取得领先。我们请您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菲律宾交手伊拉克的比赛第四节即将展开，刚才在第三节末段 El Kafaji 有一个下手的动作被裁判抓了一个犯规。然后裁判吹的是一个 UO， 给了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所以现在背号四号的 Cruz 要来执行罚球。刚才 El Kafaji 这个下手直接勒倒了 Cruz， 而且他还稍微演了一下，想要博取裁判同情的哨音。我裁判最后还是在经过重播之后看了一下，决定了给了他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对，真的要经过电视的重播镜头啊，才有办法还原。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裁判原本是给菲律宾犯规啊，他经过电视的辅助。也没有讲辅助判决，就是经过电视的审视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直接往他脸上打招呼啊！我这个打就算了，后面这个演一下，真的是有点逗趣啊！对啊，现在科威特还要上来说，哎，我们也要罚两球啊！伊拉克这边应该对伊拉克还上来说，告诉裁判说，我们也必须要罚两球，这是蛮诡异的事情。他们是没有两次罚球的机会了。64-49。我因为现场的大荧幕会立即还原刚才的状况，所以你可以想象，在现场的部分又这么多支持菲律宾的球迷，刚才现场发出的不管是笑声或是嘘声都非常的大。我想嘘声是嘘科威特啊，那个伊拉克，那相对的笑声也是笑，伊拉克的球员啊，当他去肘击了对方之后，自己还假倒了，还去摸他的鼻子，好像自己被打到一样。是。
好，第四节比赛即将展开，两队十五分的差距，目前暂时由菲律宾队领先。侯球一来发球，现在场上的中锋是 Christian， 交给 Ravenna， 再回到弧顶 ，Cruz 外线跳投出手没进，侯球一跳得很高，再把这个篮板球给摘下来。啊，如果伊拉克想要把分数追上来的话，最重要是要篮板球要保护好。如果菲律宾不断的进攻篮筐，还可以再抢到二波篮板的话，哇哦，这个三分球就是来自于二波篮板。如果他们没办法把篮板球拿下来，第一波进攻，菲律宾第一波进攻没得分，还有第二波的进攻，这分数只会越拉越开了。底角投进三分球的是背号十四号的 Farrell， 六七对四九。哈森跳起来转移，再到底线外围出手没进。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其实在对 Di Mario 的防守上面，防守的是这个十四号，完全不协防哦，让 Di Mario 没有办法拿到任何的球。这个球拨出来，球出界，还是菲律宾的球权。菲律宾现在是派上十四号的 Kevin， 身高有193呐，直接是贴身防守 Di Mario。所以当刚才各位的控球位切进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传球，因为他的第八六的传球线已经完全被 Kevin 给断掉了。所以我想对菲律宾队来讲，他们勤搜也做得相当足够，就知道说哦，对方主力球员就是这个背号零号的 Mario。一定啊，像昨天中华队其实的确在他手上也吃了非常多的亏啊。篮板球保护在伊拉克队的手上，四九对六七，第四节开打一分半钟。阿森，地板球压给 Di Mario，Di Mario 背筐，转身再做一个转移，球再出来到弧顶，外线跳投出手短，这个篮板球再被阿森给抓到，六七四九。球上的 low post 进去转身单打球进算 N1。 哇，的确啊，在 Di Mario 没有办法持球的状况之下，他们现在篮下由于菲律宾的规划球员 Miles 并没有在场上啊，所以伊拉克的确找到了他们篮下得分的方式啊。是十三号的中锋很密，这个加罚没有罚进。六七对五一，第四节 ，Cruz 再交给 Farrell， 回给 Ravenna， 相当贴身的一个防守 ，Shot clock 七秒 ，Step back， 这个球再转移到篮底下，漂亮的给球，哇！但裁判再吹了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哇！我们不得不称赞菲律宾真的很会空手走位啊。当篮下大家所有人以为他要 step back 去做外线出手的时候，篮下有这么一次的空手走位，在篮下拿到分数。我看起来裁判刚才抓的是菲律宾队背号三十四号的 Christian 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哇，篮下直接是一个肘击啊。不是肘击，直接拳头像打拳击一样啊，往他腹部直接打下去啊！菲律宾的球员真的非常的脏啊。哇，双方肢体碰撞相当激烈的一场比赛。嗯。哇，直接就是拳头打下去啊。我感觉起来这个力道好像并没有像哈密飞那么远的这种感觉力道这么大。嗯，可是毕竟因为他出拳的动作啊，就是可能在腹部这边，然后是不是有打到其他地方我们并不知道，可是球场上面也因为有电视的重播才让裁判可以看得更清楚。不过刚才我们讲底线的裁判已经直接抓到了，是
已经抓到这个，直接给他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所以伊拉克罚球进之后还保有球权，5-2-6-9，17分差距，第四节比赛7分半钟。球在 DeMario 手上，转移到45度角，这次要传内线，但是出现了一个失误。控球的是背号一号的 Ravenna。Pojoy 切入，小球再传，球在地板上的争抢，裁判哨音响了，给的应该是一个 jumbo， 还是伊拉克队的球权？5 seconds 啊！6-9-5-2，菲律宾队发底线球。发球的是背号一号的 Ravenna， 交给 Cruz， 再出来 Ferro 外线跳投，出手短。哇！现在裁判的哨音吹得非常的紧。嗯、Christian 再被抓了一个犯规，个人是第三次的犯规。尤其一定会对34号 Christian 很积极的去看他的动作，毕竟他刚才这个动作已经不适合再留在球场上面了。现在他被换下去哦，由24号的外籍选手 Myers 来取代。后场的压迫防守差点把球给抄走，还是交给 DeMario 来处理比较保险。外围再追个传球到篮底下，裁判再吹了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的犯规，又是一个 U。 哇，真的不知道菲律宾球员在干什么。哦呦，哇，这太过分了！是，这个动作真的是，这可以直接赶出场，太危险了。对，真的太危险了。你打人家肚子，还去打人家脖子，要直接把他扯下来，这个、动作真的不适合留在场上。如果教练还是留在场上，最后有可能直接就是斗殴啊，因为对方的球员被打的球员绝对会不甘示弱。哎呦，这个下来的动作真的是真的太过太不必要了。对对对，这个真的是不适合。这种要叫菲律宾，要叫球迷怎么支持他们，这是非常困难的。现在把 Cruz 给换下去了，刚才这个动作的确是太不恰当了。没错。欧马直接被抬出去。这场比赛打的是火药味十足，不过两边的动作看起来的确都在第四节现在有点过当了，特别是菲律宾队刚才在空中这个下面拉脖子的动作，裁判马上给予一个违反运动道德犯规的吹判。其实我们在第一节就已经有看到很多身体的接触，所以打到第四节，如果这个剩下的10分钟不赶快给他一点颜色看的话，他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不适当的动作在第四节纷纷都发生了。这场比赛从第一节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剧烈，没错，已经完全不像是篮球比赛啊。菲律宾打拳也蛮强的，6-9-5-3，转身跳投，出手短。16分的差距，第四节还有6分半钟不到。球交给 Ferro， 掩护上来，转移到左侧边，带步 step back 中距离跳投，出手没进。球应该还是要找 DeMario，
地板球，外线空档三分球，出手击云。得分的是背号七号的哈森。嗯，其实迪巴里奥刚在传球之前呐、啊，也被菲律宾有一个出脚的动作给绊倒了。倒是这顺势的时候，我觉得迪巴里奥的确啊，在顺势的动作都做得非常的好。哦，哨音又响。哇，这场比赛两边的球员在场上就好像在擂台上搏击一样、嗯，尤其是禁区内线的肢体碰撞非常剧烈。哇，伊拉克的球员啊，真的，毕竟迈尔斯只是去做一个卡位啦，那伊拉克的球员其实就顺势就倒下去了，所以迈尔斯觉得我也没有推那么大力 所以伊拉克他们球员事实上也做了蛮多这种等于有点刻意的动作，往后摔的动作。他们现在知道裁判一定会针对菲律宾球员去严加看管了，因为毕竟刚才菲律宾球员已经连续出现了三个在球场上不适合的动作，也都被吹了一个 U， 所以裁判在非常专注他们的结果之下，现在当然压迫球员。哦，这个球直接塞进去。哦，迈尔斯把气也都发在这个灌篮上面。底线球开得非常漂亮啊，七一对五六。De Mario 中距离跳投出手得分，他还是伊拉克队最稳定的得分选择。Christian 进去尝试单打，球被挡下来，马尔塞奇出手造成了犯规。中东的球员就是这样，直接会把气就是发在球场上面，不管是对自己、对对手，还是对自己的队友，都一样。背号十五号的 El Kafaji 是领到了毕业证书，午饭离场。First position problem, come back, no concentration. First position. 今天得到七分五篮板。Mars 的罚球。在今年琼斯杯这场比赛赛前，他的罚球命中率只有46%。今天，得到这三十号的 Christian 得到五分了。那迈尔斯是得到了12分，73-58。裁判吹犯规，这个犯规是菲律宾队第四节团犯的第四次。现在场边出现了一个暂停。哦，裁判看起来还有一些的吹判哦。那目前比分方面是73-58。我们先请您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从第一节开始双方的冲突。在场上就像在打擂台一样，打拳击。
禁区的肉搏非常的激烈。那也由于第一节开始这种不断的肉搏战，所以导致第四节有很多这种不合运动道德的犯规的出现。双方肢体动作都非常的大，然后刚才在暂停之前，菲律宾队背后34号的 Christian 又被裁判抓了一个技术犯规。对，所以当他下场的时候，总教练非常的生气，直接甩了战术板之外，他直接把他的球员赶出场外，叫他回去休息室，应该是去做反省了。因为毕竟菲律宾现在处于领先呐，整场比赛除了第一节处于落后之外，第四节都处于领先，可是第四节菲律宾的球员非常不冷静，不断的去挑衅甚至攻击伊拉克的球员，也让伊拉克球员常常就直接站上罚球线了。是，好，伊拉克也算是战斗民族了，对，但菲律宾看起来打得比伊拉克还要更凶。我们就讲说啊，中东的球队啊，真的斗性非常的强，你不要挑战我，挑战我，我一定会给你好看。73-61。现在菲律宾换上背号35号的 Wright， Giovanni 在禁区的假动作，裁判抓的是一个篮下3秒违例。那 Giovanni 切进去的时候，所以为他出手，他再去做这个传球的时候 ，Miles 在篮下当然就已经3秒了。4:30钟比赛要告一段落，伊拉克队只有12分的落后，他们是还有机会的。啊、我看到菲律宾改了一个区域的防守啊，这也是总教练让他们菲律宾的教练团让他们能够冷静的方式之一啊，因为人盯人防守的确在身体接触上面更多，所以在区域防守上面只利用自己防守自己的位置，只有对方的球员来找你，你不会去找对方的球员。这个球再交进去，双手轰炸篮筐，裁判还给了一个哨音。哇，这就是这个镜头啊 ！Red 教练直接把背号34号的 Christian 赶出去，非常生气啊，因为没太多没有必要的动作，包含刚才就是直接往对方的肚子上面打招呼之外，最后又对了裁判，可能是不尊敬或者是骂了裁判，当然裁判也不会让他好过，对。而且事实上，菲律宾队现在是领先的，没错，照理来说应该要打得比较冷静才是。对，其实比赛的胜负才是，教练团比较关心的事情。我以为是 DeMario 投进了3分球，64-76，再回到12分的差距，第四节最后的3:30钟，比赛告一段落。Giovanni 掉了禁区 ，Mars 再出来。Parks 进去转身尝试单打，裁判稍一响，吹的是 traveling 走步为例。啊，其实他刚在外线接到 Miles 的机会，他就可以出手了，还是选择切入造成自己的失误。伊拉克队要请求暂停了，第四节比赛还有不到3:30钟。哦，这个球传的事实上相当漂亮。让 Mars 有一次灌篮的机会。Goro， Ali， Zizikar， Dimario pass， Kat， Hasan pass， give the pass， give the anti Dimario， screen， screen， Alo， if not， high post always empty， you keep the screen。Keep the cash discipline. Okay. If not, make it zone. Di Maria 4. Okay. 第四节比赛还有不到3:30钟，要告一段落。虽然领先了，不过菲律宾的总教练 Red 先生看起来表情非常的不高兴。对，整场球啊，他感觉到。带队来这边比赛，有这么多的菲律宾球迷在现场，可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感觉是没有运动家的精神啊。对，那这场比赛在菲律宾
他们国家的体育台还有现场直播。哇，那更严重啊！我觉得说什么自己的球员到了台湾来比赛打成这个样子啊。DeMario 切入的抛投出手得分，回到了十分差距，76-66。Right 再做转移。哦，这个球是踩到了边线。对。落地的时候应该直接踩到边线啊，所以菲律宾队出现了一个失误，比赛时间还有将近三分钟，事实上伊拉克队还有机会。现在菲律宾换上16号的 Paul Joy， 伊拉克的球还是交给背后00号的 DeMario， 转移到外围，裁判给了一个犯规。这个犯规要直接让伊拉克的球员站上罚球线。那球评怎么看现阶段菲律宾在场上出现的这些情况呢？我觉得毕竟在伊拉克从第一节开始也是我们都知道嘛，他们是中东战斗民族啊，所以在第一节开始就不断的跟菲律宾去做身体接触，甚至是挑衅。打到第四节，我觉得菲律宾自己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真的只剩十分钟，想要把这个之前所受的吃的亏给要回来，所以去做出这些不理智的举动。可是我们有看到菲律宾的教练啊，就是雷耶斯，他的确也非常的生气，所以甚至刚才把他的球员给赶出场。我觉得这是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啊，因为菲律宾真的现在球员非常不聪明，毕竟还年轻啊。你真的现在是赢球的，可是去做出这么不好的举动，而且这是有电视转播的。刚听张扬你说，我才知道说，哇，菲律宾今天是有现场直播。这个球被挡下来 ，Rick Jackson 大火锅。76-68，底线的三分球跳投出手短了，但篮板球还在哈密手上。伊拉克再次的进攻机会，蓝色的抛投出手过头，啊，可惜了。八分差距，第四节最后两分多钟。Giovanni 抛投出手出去。啊 ，Giovanni 不但防守好啊，自己在今天的进攻上面做了很多的运球的表现。对 ，Mario。step back 向后翻的一个跳投出手没进，带球到前场，交给 Wright 切入，再做一个转移 ，Jose 再回给 Wright，shot clock 6秒，杀到禁区的出手没进，球交给 DeMario 背后运球 ，crossover 拉杆出手造成犯规。哇，这个动作，这个个人的单打技巧非常的华丽。哇，一次基本上是过了三个人啊。哇，啊，两个人之后，然后被犯规，出去还直接往我们摄影师身上撞过去。哇，摄影师非常专业啊，哎，镜头一直跟着他，很敬业啊，非常非常敬业。而且又专业了。DeMario 的发球，第一发顺利的把握到，两发都进，再回到八分的距离。第四节最后不到一分半钟，现在菲律宾采用一个压迫的防守。哇！再把球给救回来。哇，可惜哦，有机会超到了。马尔斯篮下的单打造成犯规。哦，麦尔斯一直跟队友讲说，你要传高的，传到低的时候，其实就必须要让他去持球啊。哇哦，这个球一巴掌直接拍下来。哦，我们就讲说，真的伊拉克这个内线的中锋，真的赏火锅的时机都抓得非常的好。嗯，而且麦尔斯的罚球，刚才就有跟球迷提到，没错，他的命中率比较低的。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跟他的队友说，你要传高的，我直接把球放进去灌进去，你让我站上来，人家对方犯规我还要罚球啊。对，没办法，拿两分只能拿一分了。两罚中一，79-70，第四节比赛1分16秒，现在场边再出现了一个暂停。Who is the three shots? Who is the make three shots? Who is?
You. Okay. Okay. D. Hasan. Very good screen. Ali Atem. Ali Atem. This year. Zulfikar. D. 3 seconds. 3 seconds. Hasan, under the rim. Under the rim. Boro. Under the okay. rim. Hasan here. Hasan? Yes. No. No, Hasan D. Hasan down pick. D back pick. Okay. Very good screen. Baseline. Quick. Baseline. Baseline pass. Very good shoot. Make basket. 利用机会我们看一下伊拉克背后零号的 Demario 在今天的表现。攻下了29分。四个篮板。六次的超节。尤其他在第一节、第二节啊，其实真的是没什么表现、啊，所以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其实菲律宾是22-36落后。到了第三节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去持球了，甚至不断的去挑战篮筐、啊。今天得到29分，刷新了在本届他个人得分的新高。哇，我的三分球进！哦，现在回到两波球权的差距了。哇，时间还有1分07秒啊，79-73。伊拉克在这一节的命中率是42.9%，菲律宾队35.7%。Kiva Ravana 球在弧顶，这是一个 mismatch， 外线起了出手，球没弹进，篮下再点再拨，还在 Mars 手上，直接去犯规了。哇，为什么现在会把一号 Ravana 换上来啊？他是3-3，世界应该世界3-3的冠军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把他换上？因为他个人的持球功非常的好，在 freestyle 的运球让对方是没有办法抄到他的球，所以现在教练团会把他换上，其实是有他的原因在这边。菲律宾现在在场上，应该讲说这队里面有两个球员，分别是一号，及23号，就我们刚刚讲的 Kobe， 他这两个球员其实有参加3-3的世界大赛。对，这两个球员一起打了。对，拿下了冠军。81-73，第四节最后的40秒钟不到，外线跳投出手没进，球再救回来。裁判吹犯规。哇，尝试孤注一掷的外围出手，但是最终没有投进。阿三。那这场比赛对伊拉克队来讲已经是凶多吉少了。Regarding this comment, yep, yep. 又是 Ravana 来执行罚球。目前他攻下了11分，第二罚也罚进。83-73，带球过半场，外围跳投出手没进，篮板球回到迈尔斯的保护当中，球还是送给罚球命中率较高的 Ravana。所以现在每一波球权都会交到 Ravana 手上，毕竟不管是他的运球功也好，或者是罚球命中率也好，都是现在队上是最好的。那伊拉克队现在要把他们的主将背号零号的 Demario 给换下去了。嗯，因为毕竟时间剩20秒啊，如果到10分差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事实上，在今天比赛第四节，伊拉克出现了一些能够追平甚至超前的机会。嗯。一度追进到6分的距离，不过看起来还是功亏一篑。应该是讲说追到6分的时候啊，那个3分线的出手太急躁，是，而且同一个位置可是不同的人的出手，如果还是交给7号打上的话，或许他这个出手还是会命中，可是因为并不是交到他手上啊，所以在那一球没有命中的之下，没有办法得分的状况之下，分数又被拉开到10分了。两罚中一。哈桑，
外围出手，这球还投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练团一直希望第四节是由他持球的原因啊。我来的有点为时已晚了。好，这场血战呢到此要告一段落。中场的比数是84-75。不过在第四节枪响之前呢，看起来伊拉克队还有球员受伤。这真的是一场血战了，双方球员有非常多的肢体接触和碰撞。这场比赛出现了3次的违反运动道德犯规。不过这个球看起来是自己滑倒了，然后扭到了脚。这个被对方给晃倒了，自己倒地，看起来脚踝有一些的扭到。这场比赛最终是菲律宾队赢球，最后的比数是84-75，他们击败了伊拉克队。菲律宾队在这场比赛最终是84-75击败了伊拉克队，赢球之后他们也拿下了本届琼斯杯的4胜，战绩变成了4胜2败。那伊拉克则是来到了3胜3败的成绩，这是最后赛后的结果，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稍后7点钟是中华蓝队要对上立陶宛的比赛，晚间7点钟继续锁定我来电视网的转播服务。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此要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球评在今天的讲评，谢谢，我是张扬，更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下场精彩赛事继续为您服务，谢谢，拜拜。夜空里陌生的星，这夜多年的宿命。